文佳，我们可以想到办法的。我需要这个孩子，我需要跟你有个家。我爱你，但是爱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婚姻是两家人的事儿。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漩涡，我们谁都没办法。你别说了，我懂了。 卖房子我同意，但这个孩子不能要。